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81面啊，681面，倒算第三行。倒算第三行，对中修即地看起。中修者，中生也。世间原有中生之事，唯证无生，则不生不灭。故理世间生死，方是真中生也。这句话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理念。有佛的人知影诸法实相，或者经上常讲的，讲到真多真多咯。诸法呢？是宇宙之间的一切法，实相就是真实相。啊，真实相是什么呢？真实相就是讲三种现象都是虚妄的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在自性里面完全拢无。完全拢无，这才叫中修啊！这叫真正的无量修，为什么无生灭啊？啊，有生有灭，迄、那个中修呢是无量的无量修，唔是真呢。所以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自性啊！这个所在，甲咱讲啊，真清楚。世间十法界里面，啊，咱一般所以当体会到是六道轮回，六道世间实在也是包括十法界、四乘法界，这个十法界拢叫世间，十法界内底呢，具足啊这三种现象。就是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啊，世间有啊，那是超越这个世间都无咯。三种现象是不可得啦，所以佛弟经常常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呀。你那个什么是真呢？什么是假？弄清楚，你的代志就解决了。啊，三种现象是假呀，不是真呢，幻想啊。因公经常讲的，伊叫梦幻泡影啊。这是啊，属实真相。真正弄清楚了后，你的方向。啊，向着自性，这叫正道啊。偏离自性呢，这叫做邪道。啊，你偏离咯，偏离你就袂当啊出六道轮回。那如果你是正道，你肯定这一生就成就，永远拢摆脱咯。所以要知影，咱的肉体是物质现象，那咱的思维、咱的想象是精神现象，这拢不是真的。这个物件有生有灭，生灭的真相，咱嘛看不出来。
只有佛才会知影啦。这代志啊，凡夫拢唔知影，只有佛知影。啊，先看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，咱听到了，咱哪像也知影咯。咱这个知影是道听道说啦，不是家己的限量境界。所以虽然知影，得未到实用。那如果真正知影咯，建立这个境界，该注意讲。伊就会了生死呀，出三界了。那了生死是明了生死的真相，计呀、空的呀，就做梦同款。那做梦的时阵死咯，精神来就死咯。对这款代志呀，时间是非常的短呀。那一单字有320条，这一单字啊，320条是320条的生灭，320条处的这个生死，这都真相啊。那有生死无？无生死啊。咱今仔日所看的这现象看错了，啊，这现象到底什么呢？头前咱就读到一句话，诶，拢真现实，搞得真清楚。呀，咱记起，我常常甲伊啊，称作为相思相续相。那些意思是同款，就不断之无啊，不断就是相续啊。相续什么呢？相续是无啊。这个无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的，一切法不可得啦，不可得啦，你健康无所有。这是无啊！600观大不济，我总结起来，我甲人讲什么呢？讲诸法啦，实相。实相是什么？实相啊，都是无所有，是毕竟空，是不可得的。啊，咱如果真正明白了，菩萨是真明白了。什么叫做真明白？伊起作用啊！那起什么作用？伊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感恩心恢复了。因为伊知影讲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一切法拢放下了。啊，拢放下呢，清净平等角度现前。所以知影是解悟啊，放下叫做正悟。解悟不得是业，真是利益得未到，真是利益就是不生不灭啦。你正就无生。呀，解悟呢是对佛菩萨遐听来，我听有了，听明白了。我未怀疑咯，下面的代志呢，我未当帮忙，这是家己的代志，哎，放下啦，放下起心动念，就总放下咯，就成佛咯，一切拢放下，起心动念哪也有，分别执着放下，你是菩萨了。啊！你超越六道轮回，无超越十法界，
必须起心动念放下，就超越十法界，真正是无量寿啊！所以长寿是咱每一个人拢嘛有，一点也无遗憾啊！每一个人寿命拢是无量无边的啊！主要爱知影，这唔是讲这身体，身体有生有灭，身体唔是我。我是什么呢？我是我的灵性啊！啊，灵性无性别，灵性在外面游通，叫游魂。啊，灵性那是个回头，回到十宝土，这叫菩萨。最后回归自性，就叫做成佛。只有妙觉才称为佛，妙觉回到上一公，回归自性上一公，就是啊涅槃。涅槃就是涅槃啦，完成三德之至果呀。三德是发心。不济啊，解脱啦！这三种物件拢总净掉了。这三种物件是自性内底啊，本来就有的啊。一发心是灵性灵现，不济是本具的智慧。第零解脱呢，是伫一切诸法内面，得到啊真正的大自在啊，无任何约束。过去什么物件约束你呢？烦恼啊！烦恼给你约束着，见思烦恼、定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现在烦恼拢总无了，你无约束了，你大自在了。这个大自在就是啊，真正的我，这不是假我。所以发心呢，无相拢五境啊，就四德。我这嘛有这个四德，解脱嘛有这个四德，所以我有不是无啊。我这发心解脱拢总拢有，迄、那个我是真正的无量寿啊，迄、那个我是真正的家己啊，这个我是假我，那你就清楚。给我是无常的，刹那刹那无常，念念生灭。你啊，绝对掌握未到，你绝对未当个控制啊！你绝对得未到呀！呀，灾难来咯，心下掉咯，我无失去啊！真我滴个啊！啊，真我迷时阵叫灵魂，啊，我时阵叫灵性。灵魂、灵性是一项代志，拢是真我。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我，无共伫只所在。啊，迷我无共，好福。无同款啊，甲我着就得着大福报，圆满的福报。也没时阵呢，还受苦受难。也虽然是苦难，也拢不是真呢，拢是假。想法界是假啊，六道是假。
三毒嘛是假啊！你买的时阵你做恶梦啊，我嘛来做梦你受苦。境界对对未来，这佛讲啊，真正清楚咯，哪会记咧？我们的事故，哎，时时会提起来关照的功夫，就得受用。那所谓现象，从心上生啊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所以有人在讲，大人来咯。天忽然间变乌了，时间偌久呢？一年半载啊，这时间太长了，一年拢无日头，就变了乌暗啊。那动物未当生存，植物也未当生存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咱即马知影咯，黑山的呼，也就日头啊。地球上这超级黑山，科学家甲咱讲有十外个啊，大多数拢伫海底。地面上啊，真少。地面上大家普遍拢知影，对美国的黄石公园、超级黑山，科学家估计，咱是伫网络看到这个信息，科学家的报告，这个黑山啊爆发，黑山口有偌大呢？等。45英里啊，不是公里啊，是英里啊。45英里长，35英里宽。应该有一个都市遐尼大。黑山的呼，升到空中。估计是20公里啊！黑山的呼啊，那黑山呼上升20公里，20000公尺啊！现在一般远航的这飞机啊。孤独是偌济呢？10公里，10000公尺。伫这种宽度，喺伫黑山湖的当中，这黑山湖呢，我敢甲人讲，影响的范围，直接影响范围。1000公里啊！1000公里以外，这黑山湖会随着地球转，跟着地球的风，太空当中这个气流，这个湖啊，吹到多一个所在，迄、那个所在就一片的乌暗。完全看方向，风安怎吹？这个湖那是隆重慢慢落到地球上散掉，大概都要一年到一年半时间。你这会当够看到日头啊？这长的时间要安怎呢？这是地面爆炸，海内面像这超级黑山，如果那爆发呢，像黄石公园的黑山，估计还应有偌高呢？
一千公尺啊，就是一公里啊。这海涌啊，就现在讲海啸啊，不是偌济公尺海啸，是啊，一公里呢，就一公英尺。啊，这个海啸呐，大上海岸，就是冲上海岸，影响的偌大范围呢？伫近啊，200公里。啊，就是讲你这个陆地啊，距离海岸伫近200公里是安全地带。我近海岸200公里啊，以内啊，拢是未安全的。啊，那有福的人都在这边转，嘛是赶快笑笑啊！要不技术，怎样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，不是真呢？那哪，在这个灾难当中，这心就死了呢？心死了，我不死啊！佛家讲的心识也低的啊，中国人讲灵魂无死啊，你永远都爱会记的，你的心是定，心是清净，未受外面境界动摇，你家己会当做主啊。我想要去天堂，伊就升天堂咯；我想要去极乐世界，伊就会去极乐世界。家己能做主，如果伫这时一个慌乱，一个惊慌，家己未做主，未做主就是随业受报啊！一般拢会去三途啊。啊，所以这种现象啊，现前未当讲是好，也未当讲是歹，好歹拢讲未着。伊啊是一个转化点嘛，那要转去到一道呢？转到什么境界呢？会当转到佛法界、菩萨法界，转到佛法界就回归上一功，也需要了真正深的定功。即是好分别，执着就拢无咯。这个时阵就回归上一功咯。那是讲一个带着无始无明的习气，伊啊肯定教诸佛菩萨十宝庄严土，为什么境界伊看到了？啊，个基础咧，如何修行的这些人，功夫还未成熟，但是修行的功夫真得力，心底嘛真清净，嘛慈悲，这些人就去天道去了。天道顶面，声闻缘觉菩萨，这拢是因的起处啊。如果也带着精进，也带有自私自利，也有贪嗔痴慢，名闻利用，这就会去六道了，未当出六道轮回。这啊，事实真相啊！佛菩萨在经典内面，甲咱讲啊真详细啊。
咱来会记得，日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替伊去关照功夫。伊啊，起作用毋是恶了无路用。陆军啊，对外面的陆林境界，时时刻刻啊，会当啊，提起一切法啦、啊，重新上升。我讲啊，真好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肯定，有条万法甲家己是一体。这个观念比什么都较重要啊！这个观念如果你真正有，你什么问题拢解决咯。地球安怎来变，对你拢有好处啊！拢是帮助你向上提升。如果你未了解，你有真沉重的症状，贪生怕死，你就会向下坠落，会落入去三途咯。啊，真正了解了后，你的心态就会转变，变做什么呢？变做真正亲像佛迄款的大慈大悲啊，怜悯一切众生啊。普度有缘的众生，所以有缘都是有熟识，凡是你所熟识这些众生啊，你接触到这些众生，你都会想要帮助伊啊，帮助伊最重要，帮助伊感悟，帮助伊明了事实真相。可以在大灾难里面不惊不怖，心也是定的。啊，只要心是定的，一点也未散乱。你在那时阵都会有啊，诸佛菩萨来帮助伊啊，有善心来帮助伊。啊、你心这个乱，佛菩萨未当加持啊，伊都未来了，你就随你去咯。啊，你那是定，心是定，是清净的呢啊。啊，这是中国古人所讲的，得道家都做啊，怎做哩？诸佛菩萨帮助你啊，天地鬼神帮助你啊。呀，涅槃中修，就净宗来讲，这究竟就讲呀，像就讲净土啊，像就讲净土是大般涅槃，上就讲净土是真正的无量寿。这伫头前，咱就学真多咯。上就讲内面，说心说土，拢嘛是一项代志。上就讲啊，都是灵性啊。灵性非物质现象，非精神现象，非自然现象，所以科学的铁盒是达不到。科学的铁盒侬必须爱有研究的对象，有对象伊就有办法。伊三种现象拢无啊，所以科学铁盒是达未到啊。科学所用的
那你必须心。天下所应第六意识，那自性真心相即光土，伊无即三种现象，诶，是三种现象起心动念。也甲诸心所生啊所现的这一切现象，可以三性变化。所以佛经经常相讲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这指什么呢？指十法界依正庄严。啊，十法界现象。不是诸心所生所现，诸心所生所现的是啊，是不妥。啊，是不妥，变作十法界了，变作六道轮回，甚至我变作三道咯，拢是不妥变现出来。像人变点头变的啊，那善念变善多，恶念变恶多，像人变家己念头变的，佮别人念头无相干，这袂当讲唔知影。所以咱一生或者是讲啊，生生世世所受苦乐之报，袂当怪别人。完全拢怪家己，也拢是家己，有时蒙昧啊，随着外面的境界所转啊，起心动念啊，啊，这起这心有善有恶，所以啊，把伊真法界变作实法界。恶念变作三恶道，善念就变成三善道。啊，拢总是家己变现的，这些也未当讲唔知影呀。现在呀、啊，好假人。啊，那你现前诶，这段时间来对，这段时间无长啊。那应该要安怎变？变阿弥陀佛。心内啊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嘴来对啊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这个方向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是善中之善，无比殊胜的大善啊！咱度着了，这缘太殊胜了，把握。一定要靠家己，啥人拢袂当帮忙。佛菩萨袂当帮助你啊！你父母、老师、亲戚、朋友，无一个当帮助你，拢靠家己。啊，把家己这个心换做阿弥陀佛，你就对了。你问题就解决了。三年，我伫台中甲李老师学教，李老师常常教导阮来换心嘛，来换心的意思
就是讲心内嘅垃垃圾圾物件，拢该清除去，拢总换做阿弥陀佛，这个换心。为什么呢？心一个换，一切拢换了。啊，咱所讲的，就是起心动念，一切行为、言语、行为，拢是心底下的支配、的指挥。那你心是阿弥陀佛，也就拢变作阿弥陀佛了。言语就变作阿弥陀佛，行为就变作阿弥陀佛。啊，你这必定是净土。亲像阿弥陀佛同款慈悲广度众生啊，众生不是外人，他家己是一体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啊，比一家人也更加亲，一家人都不是一体。一体是什么呢？一体是咱的眼耳鼻舌内面的五脏六腑，拢总是家己。你呀，敢会爱护？你敢会甲伊对立呢？你敢会甲伊开除呢？不可能。听听想了，这个你是真菩萨了。常常想到我利他，这是凡夫啊。为什么我利他这种分别执着是六道的根啊？六道的根未当断杀，你永远未当脱离六道。护菩萨苦口婆心，达刚拢在讲啊。大工啊，拢伫咧扛啊，捞到遮侪即个经典呢啊！不过咱看未明白，听未清楚。今仔是阿赖耶识内底啊，正一点啊，即佛教的经济善根啊，你娘娘，日常生活拢啊用未着，也是讲。烦恼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当家做主啊！这个灾难啊，现前你都要修。啊，念头一个转，转做阿弥陀佛，你都免修咯。啊，免修是什么款呢？免休息，你在边啊看电视、看电影啊！你看地球上所有众生的表演，你在边啊在看。啊，动作者美，旁观者清，动作是表演的啊！表演人未歇，旁观的人呢？啊，旁观人甲伊啊，不相干呐、啊，伊看真清楚。咱伫在咧临头的时阵呢，是愿意做表演者，也是愿意做旁观者呢？做旁观者，你才跳会出来啊！你这样做旁观，你跳未出来，你伫内底咧表演啊！啊，所以旁观的人看个哈哈大笑。表演的人惊风失措啊，苦不堪言啊、啊，咱看下面这段，这龙马是总结，文凭功名先恶古布啊，功名是详说，讲得真详细。说明善恶古薄，环境三福中啊，亲信因果。
这句话，咱伫个讲释当中，常常特别的强调。因为我有环境的时阵，这句咧，我想了两三礼拜，才改创清楚。因为心是因果，这句，伊放伫第三福的内底，我都未了解咯。伊若是放伫第一福，我一点也未怀疑，因为第一福是凡夫，你放凡夫深信因果无问题，咱真理解啊。第二福是修行，你要放伊深信因果也讲会通。第三福是菩萨呢，菩萨敢讲唔相信因果呢？哪有这道理？这就假创好美好咯，每两三礼拜啊，到后来哪会了解呢？这因果啊，不是别行因果，不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咱六道凡夫拢了解。这因果是什么呢？也不好是因，生或是果啊。这个因果真正真多菩萨都不知道，所以啊，也意思深嘛。同样一句话，你看对什么人说，整个三福他最后是对菩萨说的，劝菩萨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就上大乘劝进行者，这四句也是对菩萨讲的。四句头前三句咱未怀疑，对菩萨讲发菩提心正确啊。你圣人啊，无发菩提心，菩萨发菩提心，你圣人无读上大乘，嘛未主动去教化众生，所以对菩萨讲这就对了。菩萨都爱啊，读上大乘，像李老师当年教阮的，唔爱了解佛法，也都爱了解世间法。了解佛法，你恭敬克力呀；了解世间法，你恭敬会克己。如果那克力无克己咧，这是行未通的。你无办法教化众生啊！啊，众生未接受你的教化。啊，你克己无克力，众生虽然真欢喜听你的，但是你所讲的物件，不是正法，是邪法啦。个人都引到错误的所在去咯，因为你无大乘啊。所以啊，菩萨都爱啊，公学道文，说出说法拢都爱通达，你教化众生才圆融无碍。这是菩萨啦，不过是按你讲啊。是真容易，做起来是太困难了。李老师鼓励甲我讲，伊讲佛法啦，大藏经，大藏经你敢念会通呢？念未用呢，都爱通才会用呢。那世间话呢，伊讲免算别行，都算中国一套老子。诸口专书，你看未通呀？这几句话就搞我惊提心咯，唔敢打梦想了。
最后老师教我另外一个方法，会当通时间法，通时间用什么方法通？不是啊，去学啊，不是去念，用感应，感通啊。用什么去感呢？用真心、真诚心，是唔通用妄心哦。妄心所感是六道啊，妄心所感是妖魔鬼怪啊，是佛菩萨，连正理君子拢未当感动。所以妄感一定邪门外道妖魔鬼怪伊来用啊。行也无够，真情到极处咯，就是老师送阮的啊，至诚感通啊，真情到极处咯，你自然就会通。为什么这个道理我细心去思维，会当体会到你是真心，佛嘛真心，菩萨嘛真心，正人拢是真心，无适合虚伪啊！真心甲真心去感应，妄心啊甲真心未去感应，真心。自自然然的感动人，真诚别人来问你问题，你嘛不去想，自然就会当啊应答，而且答得非常的好，真诚心去恭敬，事先准备这物件上台了后，可能完全是用未着。那个智慧不知道对到未来，这座经啊，讲完了后，听众听得真欢喜，家己嘛莫名其妙，较早拢无录音，无录像，现在有录音，有录像，家己看卖也是真欣赏啊，我来讲个真好。这敢是我讲出来的？你应该看地韩法师啊，当年的讲经，江美龙、张伟桥这技术，哎呀，写笔记，您来听，听时阵记录来，讲完了后。回顾是甲家己所记的物件，互老和尚看卖。那老和尚认为佫无妥当的，甲伊修正一下啊。这个笔记印出书咯，叫《圆觉经经文记》啊，《圆觉经讲义》啊，是这喊老和尚家己写的准备的笔记。伊讲的物件，笔记真侪拢无去咯。经文记，听从记录落来。老和尚看着伊记的笔记，问伊讲：“啊，这话敢是我讲的呢？”是啊，啊，我哪会讲遮好呢？这是咩感通啊？唔是妄心。真心你的众生，真心帮助大家啊，不离开我。所以你在恭敬的时阵，三宝加持啊，等于讲三宝照你这个身体，照你这支嘴，伊在讲物件，你家己拢唔知呀。
啊，这个境界，凡是常常上台讲经的人，拢有，拢会有这种感触。唔是讲某一个人专有，每一个讲经法师拢有。心如金，加些力量就愈大，就亲像印祖啊所讲，你一份圣经得到一份加持，你十分圣经得到十分的加持，你百分圣经得到百分的加持，啊，亲像六祖慧能大师迄款呢，伊迄拢毋是加持诶，伊迄是见性咯。诶，另当别论咯。见性虾米呢？伊入佛境界啊。所以，心是因果非常重要。啊！咱今仔日甲这个问题弄清楚，咱真正相信，念佛就会成佛啊！念阿弥陀佛，你将来成的是倒一尊佛，就是阿弥陀佛，甲阿弥陀佛同款，无离无别啦。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佛啦。诸佛拢赞叹伊，称伊为功中极尊、佛中之王。咱用伊来做典型，用伊来做榜样，用伊来做模范，咱要学甲甲伊共款的啊！阿弥陀佛欢喜啊，阿弥陀佛就来加持你啊！所以三宝当中，深信因果，亦正依处。为宽也，三好的一篇经啊，所讲的是讲这意思。啊，这篇经就是啊，深信因果的细说。世人有七不中因果，特别是近代。哇！一代，伊现代啊，一代啊，啊，好真多咯。虽然毋是讲真深信，但是无会拜天，袂甲批评。还佫真好教，现代人啊，歹教。你不相信啊？伊批判你，讲你是迷信，讲你也无下可学，所以啊，一经共梦啊，阮迄个时代无耻啊，无重视因果啊，啊，现在呢？现在骨卡共梦咯，不啊无因果啊，白贴因果啊。讲因果是宗教，讲因果是迷信，讲因果是咧骗人呀！啊，对于今仔日的这个社会，诸佛菩萨了如指掌啊！你太清楚了。古诸经中反复教诲，时时刻刻提醒你，你不相信啊？我伫即地看了即句，突然就想到张家大师，
我初学去的时阵，我无咧重视戒律，我有一个错误想法，因为戒律是生活规范。释迦牟尼佛是三千年前的印度人，三千年前啊，到今啊日咧，古今啊，咱的生活方式是无同款。啊，咱哪有可能去过三千年前的生活？去修三千年前的规矩，哪有这道理？啊，你看我这个歪念头，啊，佫足有道理的啊，未接受啊！离空间来讲呢，那是中国，那是印度。咱中国人有中国人生活习惯啊，有中国人的文化，那会当用印度的物件，用印度三千年前的物件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哇！虽然唔敢甲宗喀大师啊辩论，哇，心内头这念头，老人拢看出来咯。所以嘛，未免讲话，行神众生啊，随在我，唔可以用个机卡，就是我每一摆去看伊老大人啊，伊拢会送我到门口。啊，伫门口伊会甲我叮咛一句话，戒律啊，真重要。奇妙淡下讲一句，也唔管我有听无听。反正啊，每一摆送我出来，伊拢会讲一句话啊。这都是啊，反复教诲啊，慈悲到极处咯。大师啊，完结咯啊，伊啊，黑化时间专门做一个塔，黑化塔。阮有十几个人，甘子华不带头啊，伊是阮的老学长啊，阮搭伫布棚，伫黑怀塔边，我住三工，我有头路请假三工，住三日三暝，三日三暝啊，伊伫遐住的时间较久，住两三礼拜。我伫遐住三天啊！我伫遐咧想讲，哇，伫老大人三年，伊是教我是关什么？啊，你这个回顾概论啦，啊，真重要！这伊讲个太侪遍咯，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。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我就想讲，伊讲一句话，这个用意何在？啊，慢慢的想，想了一两礼拜，想通了。该落实佛法啦，佛法甲世间法无同款。那佛法是了生死出轮回的法，伊的标准就是戒律啦。啊，咱世间法是社会大众生活方式，所以啊，三代都无讲咯。三代讲下上周，时代变咯，咱的生活地在变。所以啊，这个理法律常常爱修订，佛是啊未当修订，佛这个修订，伊都未当啊，未当出轮回咯。伊啊是出轮回的法啦，安尼这修订这改变就未当出去咯。我相同这道理，
应该就是这意思，按照接受概率咯。甲过去错误观念改正过来，所以迄个时阵我咧想，将家大所完结是为了我。伊若无完结，我永远都袂认真的去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这句话讲，我学会的根基都再袂稳咯。这个错误观念太严重了。也以一个走，让我认真去反省。三年啊，伊是教我什么？我学着什么？安尼个想的时阵，这个概率重要，真正是学会第一项大事。这是根啊！这说服了后，这医生所学的是佛学，不是学佛。这偌重要呀！所以，伊自细是教众生，伊原籍也是咧教众生。伊若无安尼做，咱袂精神啊。所以我对老师感恩。绝对是袂当疏忽的啊。这多年来，伫全世界走动，看到咱这佛门的同修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成就拢比袂着高人啊。唔免讲高人，顶一代拢比袂着。咱敢袂当甲地涵法师来比呢？敢袂当甲印光大师来比呢？敢袂当甲地涵法师来比呢？真像依魂老和尚，咱甲伊比袂着啊！为什么比袂着？真是咱聪明程度不如因呢？啊，绝对不是安尼。先君福德聪明在地，绝对袂输因啊。为什么生袂当成就？疏忽了概率啦。你虽然努力，你无根啊。因遐人有根啊，咱遮人无根啊。我现这个问题啊，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普遍看面大家在三个军，出家在四个军，我把这个病因找到了，要安怎来对治呢？那就是要重视概率，要认真做啊！概率不是念，不是讲的，要做到。你只要这三个根扎稳了，都有感应度高啊！啊，你迄段有未来用感应啊？哇，这一生刚经教学，该注意讲，十七七八去感应。我家己大家学习努力啊，不过是占十分之一二。这个方法，李炳南老技师教我啊，自行感通，你教我这四字，哇，终身奉行。这是世尊慈悲啊，在经中反复教诲啊，教诲那什么？深信
因果啊。咱对因果信咯，不深，所以未去作用，也是作业啊。怎样作业受报啊？可怕！你现在也是唔惊，佮不要无念头，念头就会惊，后悔就袂赴咯。现在若惊，赶紧改过自新，也会赴啊。有我也愿祝祝玉啊，往生阿弥陀佛国家。这是讲，祝了真多真多真多，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虽不能大精进。禅定其境界，但要动作先。如果啊，你想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大精进禅定其境界。这款人往生，至少拢嘛是方便托往生。伊那唔是伫反省同依托啊，那嘛做未到，每当具备这个条件，那要安怎呢？爱动作先啊！在美国家就大哩，大爱动作先，能做恶。啊，这些的标准呢，都是十善业。在做，要不要定定爱做啊？若是十善业道，这念头是唔通未记哩。一切时一切处，心内定定，哎呀，有十善业道。第一个不杀生，绝对唔通去伤害一个众生，唔过，咱啊有意无意。会伤害到家己，故此忘灭。啊，咱拄着先发，唔肯传给别人，这都是不善啊。你家己得到好处的物件，一定都要教导给别人啊！别人若当接受，你都爱啊，尽量来个帮助伊啊。未当接受，你爱予伊知影。为什么阿赖耶你该正觉正智啊？这是未当接受，讲佛教是迷信。你有先靠方便，那无论伫什么所在，出家人容易啊，人家看你是和尚，念他来对着起只佛的念头，就该正一个善根咯。在家动手，我手提一罐念珠，人看了念珠，知影这是佛，伊个阿赖耶顶面也是落只种子啊。这叫显卡方便，灵性
灵界啊，啊灵修的啊，来帮助伊精进。这是大仙啊，无灵力就是无办法，有灵力一定要帮助伊。啊，做这代志，两个条件，一个是慈悲，一个是智慧。有慈悲无智慧为用呀，你做唔到代志。有智慧无慈悲，啊，你懈怠，你唔肯做，拢未当成就善果啊。完成这主面那个多呢？过去我伫台湾工作的时阵，常常教人，有一个老太太来跟我讲，用我的方法，个家己万分的人入一个中心摆位。佛在你厝内佛堂的边啊，刚刚拜佛，甲佛拜完了，甲拜三拜。啊，拜三年，伊来甲我讲，万分的念头啊，减轻咯，但是也阁是有，听到伊名，看到伊人啊。心内也是未欢喜啊，清净平等心生未起来，问我要安怎？我看减轻是减轻咯，已经未歹咯，有效果咯，继续搁加拜，你搁拜三年。你过拜三年看麦，三年俩个未放下时阵，搁再甲拜三年，就会消去了。听到伊名，看到这个人啊，未去万分心咯，功夫无够啊。军心来，有用命精进呢，三年时间就有够咯。个见面，伊嘛袂嫌弃咯，就甲伊打一招呼，甲伊下心礼啊，用伊忏悔也做会到。那你个冤结偷开，而且你伫遐去教化众生，变做啥物？变做半戏，半好大家看。你看，较早是冤家对头，亲仇大恨，现在化解咯，真像兄弟姊妹共款呢。这好把人看，你看佛法有这种力量啊！这是功德书啊。不过咱看出来，话少真多，但也错咯。也不过万分咯，有关于承认错误，无关于啊，民主问题啊。啊，家己心内知影是唔对啊，但是都唔肯当众承认，这就是讲啊，发怒忏悔，唔敢发怒忏悔，爱民主啊，所以爱民主啊是。真正大的障碍，让你家己知影忏悔啊，忏无清气啊，罪孽啊是减轻咯，无完全消毒。
伊毋知影啦。如果你真正忏悔咧，甲面子放下，那助理而且度人啊，那家己做个消毒功德累积。帮助别人升起信心，感动起来啊！做出罪业的人，家己嘛想要回头，这功德就大下咯。比这清即思法，实现啊，本位庭严。啊，十仙本来升天的啊，上品十仙升天道，中品十仙升人道，下品十仙修罗道。这个修罗是讲天人阿修罗，以密念佛因缘回向极乐，即转天业而生净业。十善业道经内底讲啊真清楚，佛说十善业，就真像大地共款。世间所有一切万物，拢是依大地而建立，无办法离开大地。十善就咱像大地，你无即块地，你啥物拢未当建立。所以，伊是世俗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本啦。啊，你无依。修一切善是假呀，不是真的。就像你的种作，你无土地，你要安怎去种呢？啊，你要种作，一定要有土地。十善业都是大地。一切临天法啊，爱挖苦伊，乃至有新闻多、演讲多，啊，菩萨多、佛多，拢总爱伊这个大地。无这大地，所有一切法拢未当建立。这个话讲了真好啊，所以学佛要对道而起，对十善业道而起。无十善业道，你修什么拢是假。有十善业道，用你来修净土、念佛。回向极乐，啊！十善念佛，拢总回向极乐，转天业而生净业。可不就无讲咯？唔是升天啊，是生极乐世界啊！何以故？念佛之人，定转恶业。而有天意啊，你不能转，念佛功德多啊，恶业都一旦转啊，那有讲十善业啊，未当转呢？十善业一转就是净土啊，是可修净业者，当尽己力，加己力，兼行众善业。这些念佛人唔通唔知影，
念佛一定爱修十善业。假所谓待业往生，一业该知俗业呀，俗世恶业虽未转消，但中佛本愿及其名妙德，故可待业往生，不敬恶处呀。就是讲，你未搁再对三恶道，你也去救世界去咯。大家往生，这个讲得真好，是大俗业，俗业是过去的。前世的罪业，这一生当中无学会以前做的这个罪业，这会当大去啊！大刚念佛，大刚也咧做罪业，这个未当大去啊，这大未去啊！而且咱国讲，进一步来讲，想学佛对佛法并不了解，有学佛的名，无学佛之实。现在对佛法明白了，了解了，啊，你都唔通阁做罪。你哪个做恶业？你想看吗？第一个对不起家己，第二个对不起佛菩萨，第三个对不起父母，第四个对不起老师啊，第五个对不起一切众生。你祖祖连连都未做罪业咯，佛教咱安怎做，咱就安怎做。真正是依教奉行，啊，所有一切善甲不善，家己知影。应该现前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应该要安怎去做。啊，所以大业往生，爱知是大什么业往生，绝对唔通大现行。下面，你到第二关屈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五残，生恶发化，即成后了堕落三藐三菩提，不合境对恶处。这是第二观所讲的，四十八观呐、啊，第二观呐、啊、所讲的。但所谓大业者，只限俗业啊，离业骨非现行之业。这几句话是念老讲的，讲得真肯定，讲得真正清楚啊，真明白。咱千万不能错唔对。大刚嗰啲作业未用咧，就未当往生，这个意思拢创唔到咯。你无讲我嘅时阵，仅有可玩，为什么你好多？有啲啊，做唔到代志未当过你，
现在你明白咯，明知故犯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明知故犯啊，那就不能原谅你啊。如涅槃经中，公也多离。这是以杀生为业的啊！在古代时阵，大概就是太牛、太低的，一般是指太牛的较多。放下多多，立地成佛，哎呀，真正是后悔咯，永远袂阁再杀生啊！啊，真正放下，伊就成就了。高低生活，必须放下多多呀。多多代表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伊就成佛了。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啊，你看成佛，放下就成佛。那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分别执着自然就无了。为什么起心动念啊，是分别？分别心执着，也是连带啊。烦恼的根源就是起心动念。讲啊，那等下面的机修全部拢无了，就成佛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甲咱做啊示现，就是表现互咱看的。菩提树下是安怎？成佛咧，烦恼障放下了，所以障放下了。我甲大家介绍时，常常咧讲，伊十九岁离开厝内，放下烦恼障；三十岁抱在树下，放下所以障。因为十九岁到三十岁，这十二年，伊是功学道门啦。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所知障啊，也完全实现为一个现代人所讲的知识分子。啊，知识分子两种障啊，拢真重。啊，所知障呢，比烦恼障啊，佫较重。这知识分子无变啊，啊，两种障碍拢放下，伊啊，就成佛啦。做互咱看呀、啊，两种障碍拢袂当有。两种障碍啊，都嘛是啊，念有啊。老方是分别，下面讲六行林十经，修清净心。十经就是修清净心，一面念佛，一面作恶，如是修经，决定不能往生。啊，就是讲伊啊，绝对呀、啊，未当得到清净心。
王星真正条件，你未当唔知呀？心静即佛土静啊！为什么呢？哎，会记哩。世尊常常咧讲嘅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咱心清净咯。外面一切人事环境清净了，物质环境清净了，无一项未清净。道理在这地啊，净土对对未来，家己清净心变现出来啊。佛教人做正常演练呀，佛来吐清净，为什么伊心清净？咱心也清净。改改清净心无改限，所以咱的净土加佛的净土也无改限啦。是因是理是一体啊，往生的道理就建立在这地啊。咱的心安住在这境界，这个世界是安怎乱，再来安怎做，对咱无影响，无影响。啊，都假讲嘅，灾难是咧表演呐、啊，江湖嘅人是咧旁观呐、啊，是看戏咧，唔是演戏嘅，看戏嘅，伊咧欣赏。欣赏什么呢？诸性跟阿赖耶变化，伊咧欣赏这个呀，妙转咯。你欣赏艺术表演，唔知会关出偌侪悲咯。你看戏啊，生智慧为生烦恼啊！只有自所的心、轮回心看待事，才会生烦恼。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哪会生烦恼呢？哪有这道理？咱来有菩萨，永远用清净心、平等心来看戏呀、啊。十法界已经庄严，在咱面前表演。那如果咱的心有染污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未平等，有好恶，那就不是在看戏，是在演戏啊。你就变成舞台去表演了，你不是旁观呢，你受影响了。悠悠以行善，为令天行，以亲自家。那真正有人把行善这代志看作什么？看作行天呢？懂鸟巢禅师啊，一吹恶魔是地主。会通得住我的然后找三叔在哪位呢？杭州西湖，伊在树仔顶搭一个小棚啊，伊啊就住在树仔顶，伊无道场啊，像鸟仔同款，树顶做一个修。
大家就叫做鸟巢禅师啊。你看伊是安怎教伊弟子？哦，道啊！这什么道呢？明心见性啊！你无讲话，伊本部门啊，本这个部门，随部门弟子看到咯。啊，知影讲伊个意思咯，会体会，会通达，弟子会通，这个法名就甲叫做他体会通达，伊真正体会咯，通达咯，伊悟入咯。所以人悟道的这个缘分，每一个人无同啊。不一定什么时阵，不一定看到什么呀、啊，听到什么，或者接触到什么，伊一日就开悟了。这什么原因？道门内面啊，上公公的疑情啊，有问题，有疑惑，无答案。你袂当找答案，你一找答案，你永远都袂开悟咯。所以是爱细心去体会，体会袂到，这问题永远伫个，永远卖去找答案。不一定拄着什么机缘时阵，忽然大悟。这个赶紧要去找答案是什么心态？心态真着急，急躁。啊，咱今来讲呢，心情烦躁啊！这款人，伊是不是普通啊？叫心浮气躁，伊心毋是定呢？看我人心是定，哇！个人咧教人，为什么苦学啊？伊讲速度啊，伊要求快速，毋过东方人求智慧啊，甲伊完全相反。东方人一切拢是较慢。伊呀，拢在定中，定家智慧。咱看曾国藩的这个事迹啊，也家书家训也非常出名。伊呀，家的祖弟就是晚辈，行住啊，做我拢爱慢，讲话爱慢，动作爱慢，这内底有大道理的啊，稳重啊，出大代志啊，如果是严重的大代志，愈爱慢，你唔通啊急躁啊，人就急会紧张咯。这个心烦恼，未生智慧。什么大事放在面前，又无技术，如如不懂，伊就呀处理个都都啊好。快速嘞，马上那像一面接，那是外国人啊，中国人看的模式啊。这人不生气啊，朴素啊，心朴气素啊。别故意，他当时在做杭州的太守，
就是现在市长啊，电官去西湖去佚佗啊，看到鸟巢啊、禅师啊，用禅师请教什么是佛法，问些问题，什么是佛法？禅师回答于八字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别官听了后，哈哈大笑啊！伊讲啊，啊，这里一句，三岁小李啊，也说得啊。这有什么遗憾呢？三岁囡仔会晓讲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苗头禅师啊，就刷了个讲一句话：八十老翁行不得。苗头禅师顶面也有一句，伊这个个兴起了：三岁小儿虽说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所以一书里一句为欠，吹呀不磨为亲家，别故意呀。这是别故意的境界啊。一书里一句有吹不磨冰顶啊，不理家鸟巢闪书呀。一枚因我我的天烟啊，就是万林花花改完。林天行这是一佛行，又何能轻举啊？别呢都分别都割下都啊念污都好恶不讲，我了呢？我了万花冰顶，万花一炉，所以没我天亮即别啦。啊，六十万年，还是万我，真正跟我了，跟我了后啊，伊啊，花花弯弯啊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花花。改完，你看什么呢？林天行这是一佛行，都是佛所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是啊，这是觉悟的人。啊，众生呢？众生是一个一个是有差别的呀、啊。我不是你，你不是伊。这是没啊，这不是讲我啊。讲我呢，那这经上有表示出来。清净是觉悟，平等是觉悟，觉是觉悟。清净平等觉是觉悟，甲清净平等觉相反的，就是未歇颠倒啊！这不当唔知影哦。有轻重之分，有善恶之分，有好歹之分，有大小之分，这都嘛是迷。真正人悟了，法法平等，法法皆如，法如其性，性如其法。性相一如，
性相不离啊，或者是讲到生活不离，众生甲佛是一，唔是离。定中之妙，才有照真达俗。啊，照见是真相，诸法实相这是照真。达啦，都是通达，俗就是真，真就是俗，真俗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呀，真是对性相讲，俗是对性相讲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离，性。现在呀、啊，相相啊，相都是性，啊，每个人性不是相，相不是性，这个分别集中了。我的人性都是相，相都是性，无分别。啊，咱什么时阵都有一切法拢未分别，家己确实啦，应该提升咯。啊，要分别，要执着，就想着讲，哇，也个是凡夫，我有好无进步啊，无个家己的境界啊提升啊。若恭行众仙，即祝福古东前之社会，加升为正业之助行，伊帮助你什么呢？帮助你提升品位啊！啊，恭行众仙不掉相，这句话重要啊！着相是人天福报啊，不着相是往生的功德。你看功德啊福德，都是着相甲不着相，书是同款，拢是行善，书是同款，用心无同。啊，无分别执着。世间福报变成世间的功德，也如果着上修福，这个福报就加出世间的功德，变成世间的福报了。拢嘛是念头的转变，一切化众心相生。何亲信愿，此佛名号，即诸他兼利，常乐无极。进一步讲，你真正会当亲信、亲愿，你的信愿拢亲。性观拢大，性观拢强，用这种的信心、愿力来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持佛名号啊，心内有佛，嘴内有佛。念念不舍阿弥陀佛，这都是李老师常讲的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内，
对应对当前灾难，这个方法啊，比什么都较有效啊！但我心内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拢无。如果真正亲像有言里面所讲的，地球上300年的科学成就，一刹那都毁掉，全拢毁掉。有可能吗？可能啊！整个地球灾难现前就是这款的呀，到处黑山爆发，处处地震，也拢全部拢废去咯。刹那之间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地球上的众生千万年来所做的不幸业累积到今天的就是算中小了，都会有这款现象发生啊。这个传言会当相信未？那有佛的人是会当相信？为什么自作自受啊？家己累积的罪业啊，不是无因果的。灾难是不是化解？当然的因了。只要你回头，哇，真正忏悔，又不再做，这灾难就无去了。所以这你就要相信啊，一切化众心相生，灾难是不善念头累积的啊。现在我一念回心向善，我唔肯再作恶咯，我完全明白咯，痛改前非，又不再作，灾难马上就无咯。灾难甲无灾难拢唔是真的啊，将心向善啊。你唔相信，那就无办法咯。所以即地讲嘅亲信愿，名号是善中之善，无论比嘅大善，即次名号自他建立，咱家己问题拢无咯。咱徛起的环境安全啊，以什么呢？别人啊，别人虽然无回头，我住伫这个所在安全啊，伊也未受灾难。这自他量力啊，我的业消去咯，伊的业也未消啊，要么那消恶念。断了就消了，只要你有恶的念头，有坏的念头，滴啊，你都有，这是一个关键呢啊！那么按怎把所有念头拢消去呢？我无了，谁人是我？一切众生是我，这个发心呐、啊。我的世间是为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嘛是为着我，就像咱这身体，身体是啊整个宇宙。比如讲，我是什么？我是我身上的一个细胞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整个身体是我，我未搁再执着这个细胞是我，已经执着这个细胞是我，
跟其他细胞拢是对立，跟个尼比血对立，跟五脏六腑对立，这是麻烦咯，就爱做罪业，罪业嘛累积个严重就会爆发啦，这爆发就是灾难啦。现在我明白肯定了，整个宇宙是我，发心是我，我这个身体是发心之一，发心里面的一个小细胞，我这细胞还为整个身体，整个身体嘛来为了我这细胞，就是完全正确咯，对，大体大我咯。你对每一个人拢看作是跟家己同款的呀，比兄弟姊妹更加亲。啊，灾难呐、都会变咯，境随心转呐、外面境界，咱的身体甲外面的境界，永远对着心、对着念头的转。啊，所以什么叫正念嘛？啊，正念就是叫无念，伊无一切妄念。未安那做安，这个经常教了呢。最后的一个转法，就是改转做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诸圣的德号，所以助他建立常乐无极啊。啊，现在时间到，咱就学到这地。